高志芬应该想袂到，伊来办台的总经理，竟然甲伊一点讲了惨落。爸佫听爷爹讲，伊是八岁的囡仔，有才，啊毋过偷懒嘞。啊毋过我看，伊即届可能毋了偷懒嘞。伊哥，规身躯拍伫涂骹爬袂起。我加上我明仔载证明我计划做一步，一定哥都无去啊！所有小龙都完全伫咱夹板之中。啊！谢谢方明，恁回来啊！石婷，什么时阵回来啊？下晡就回来啊！我本来想讲哦，回来摕些物件就要出去啊，啊，不过。可能我今嘛巴肚内底有宝宝，变啊就爱困，都困去啊。所以你拄仔咧困，是爹爹甲妈咪甲你吵架？系啊。恁是毋是咧讲新闻个歹话？你想伤多啊！我甲恁妈咪是想讲厝内边无人，我想要好好恁一辈，怎知影你这大电灯泡都造出来？好哟。我还袂嫁，你就嫌我定地哦？那安尼好啊，我出去，莫甲恁吵。子婷，爹爹甲你讲生笑的。嗯，我嘛是甲你讲生笑的。我甲新人哥阿妈约好，要等去吃暗顿，我先来哦。路较细点呢。刚刚家己打电话讲一声。知影，拜拜。我甲子婷应该什么拢无听到。今天的比赛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郭志龙想袂开的新闻是严顺元报出来，拄只伫个万代嘛有看到伊，伊是新闻总监，竟然亲身走这条新闻，而且我看伊两个人配合得真好，不是小弟上西八八。你两人起码是比下吧。文玲，开始什么代志，拢无得我骂你。我唔对，是我塞人严胜元去对付高家。拄好嘛是我叫伊利用媒体去万代提货。为到三工，我加个轻松。伊竟然听你的话。嘛袂当讲伊愿意听我的话，我只是抓准。一切无空旁去对付高家一点解开破，伊都我看得见。所以你即马用的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。文玲，明仔载我送你一本书，《孙子兵法》，你一定要好好研究。你要利用严胜元是无意见，啊，不过你是唔通袂记，子婷即马带点银刀，你会较有站在。不可能就子婷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所以意思是，你不怕是要处理严胜元？那有可能。这口严胜元甲子婷甲外外孙，也伫辛苦比做护身符，而且伫咱面头前一届过一届糟蹋子婷，我绝对无可能帮伊刷。杨国今嘛想回去对付郭家。但假新闻的代志不空，都万一受报应。所以郭志宏今嘛伫你出头。无。就算我有，我袂当信任啊。阿玲，我捌甲你讲过，垃圾 BP 的代志我来做。你只要好好享受，最好结果桃花。子婷，听我讲一句，人拢是自私的，世间无一个人会为着另外一个人做改变。就算讲会到嘛，做袂到。感情深的就是安尼啊，何况是无感情基础的。你讲的我拢知影啊，啊，不过我巴肚内底
已经有圣元哥的宝宝啊。就算讲伊对我无感情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伊会为着宝宝改变的。好，该讲的我拢已经讲了，要听不听随在你。伊即卖会当把你心内底的烦恼讲出来啊？你拢知影？我啥物拢无讲，你看会出来？讲。我就知影拄到你这件代志一定有帮助的。我即摆给你看一个新闻。你敢真正对国家切身啊？不管国家死活，阮爸无遮软弱。而且，这个新闻是严肃员报，一定是假。哦，你即摆是咧替国家烦恼这个代志哦？是，嘛唔是，我是烦恼这件代志，甲阮爹哋妈咪有关系。我拄则伫咧厝里的时阵，有听到阮爹哋妈咪伫咧讲啥物，银行若是看到新闻，惊会抽银根，而且会借袂到钱，安尼一定阁会倒呢。而且阮妈咪之前有甲我讲过，一定阁会有商业危机，爱我离你家较远的，较免去扫着风台尾。我嘛有提起高人美啊，啊，不过伊唔相信我。你专工敲电话给我来关心郭志宏，阿祖，你是咧拍算啥物？拍算是要放炮啊，还是要办刀啊？这就要看你是安怎处理我迄个无缘的场啦。我咧感觉你是咧偷话，然后想办法救人，最好去找人美偷功劳。该办开，你对大侠阿大侠准。严胜元，你唔通袂记哦。人美甲子婷拢是我的查某囝，你哪会遮尔遐乌白想啊？是讲这步我哪会无想到？我爱甲你学起来，若无将来应付你会真忝。应付啊！你即马甲子婷甲我外孙掠伫手来做保险，你会惊我？爹哋，你著亲像大尊菩萨伫我的头壳顶。我哪会敢乌白来？总共一句，你若是敢笑求人美，也是敢反背子庭，我绝对予你提早你讲我听。爹哋，你放心，我真惊死，我会好好保护我家己。我爱问高志宏的代志，你想要了解，伊是安怎款的？但是你有啥物报数，一定要予我知影。虽然我无法度亲目睭看到，至少有听的也袂歹。上重要的是，若不是靠我迄个假新闻助攻，你的计划哪有可能遐尼顺利？就算你无甲我鼓励，无甲我学咯，嘛少给我送一下。袂歹，你可是假的，我甲你学落去。就是啊，我阁爱好好甲你学习，早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毕竟我就是媒体，除非黑白我讲的准绳，你嘛爱心灵。我记得你伫看袂起的草鸡，嘛是有机会甲你骑到。你确实袂歹，确实有收获。我本来阁想讲你戆戆单纯单纯，我才想袂到，你有我少年时阵做代志迄种气魄。对嘛，所以你三不五时就要甲我说说咧。安尼，咱的计划结束了后，我咪较甘愿甲你讲一声合作愉快。你讲对无？爹地，你甲张家人在讲电话，在讲啥？你最近真正足反常的，坚持要报复张家良，叫我甲张子婷可能无有心的代志暗藏起来。今麦既然叫伊爹地，佮讲啥物合作愉快，恁两个
到底比三宝？哎呦，伊是看我甲子婷照顾啊真好，专工敲电话来甲我说多谢，我嘛无必要甲伊拍啥手啊。奶奶这条新闻是啥？高志宏疑似自杀，敢毋是恁两个冒出来？妈，你想伤济啊啦！那真正是我想伤济，你现在怎唔敢看我？你个乡长！你甲哥讲唔是文员吗？今麦哥变作安尼，你唔是应该欢喜吗？我甲哥讲文员，你无了解，嘛甲你无关系。哥讲是安怎对待我，你唔是唔知影？伊本来就欠我一个公道，今麦看因家变安尼凄惨，出现这代志，我感觉这就是报应。那恁这条新闻？唔是，相片是民众提供给阮的。我是媒体，我本来就有该看出来，而且阮是用疑似来做标题，我无讲确定，已经算就有道德。报新闻是我的工作，我敢袂当为着顾虑乡人的心情就无去做。圆圆，你千万唔通因为报好去做假新闻，因为新闻内底时间地点，我拄啊好伫咧遐。根本就无看到高志宏。那呢？可能是民众提供的时间定大了。做媒体若失去公职，就失去民众对恁的信任。你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糊涂，毁掉家己的前途。好啦，明仔载我挂油棚确定一下，若是唔对。我来更正，安尼好不好？的本事跟天分，我叫人家警告我爹地，拢唔知我咧对伊呢。人家对着你，你要等去找啊？炫哥，我即摆有重要代志要无用，按时才甲你讲。有啥物代志袂当即摆讲？嘛，无啥物重要代志，是讲你奈伫咧遮。我要采访的人就在你附近啊，你食早餐啊袂？我带你去食。唔免啦，安尼你彩虹也袂赴，你进去你是去无用啦。彩虹哪有你重要？若是不甲你顾好，我是要安怎做一个好爸爸？来了。